哎，郑放小姐你好，我是宋林。你怎么这么闲啊，今天？哎呀，这战果如何？颗粒无收。那也是意料之中的。你过来干嘛？好奇。你好奇什么？拉倒吧你！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。我说你跟我讲话，火气不要那么大，好不好？ 你这样，哪个男人看得上你啊？我要他们看得上。那既然不需要，待着干嘛？给你个选择的机会啊，要不然现在跟我出去走走，要不然呢，就接着在这相亲。不打扰了。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由我主演的电视剧《幸福触手可及》正在热播当中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